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桂云。今天我们又是开箱私人定制的视频哈。今天呢，主要以财宝为主。我身上戴的这一套呢是粉碧玺，可以说是很清新、很时尚款。这个粉色的碧玺呢，像樱花粉一样时尚浪漫，而且呢它很闪，不灵不灵的，像钻石一样闪耀的哈。我耳朵上戴的呢，这个是我们家蓝宝石的耳钉。这一副耳钉呢是，不到一克拉的哈，就是。单颗不到一克拉，一堆呢基本上在1.5克拉怎么样？这次呢我们还做了2颗蓝宝石的戒指，同样是呢一克拉多大小的，1.7多的，但是呢所呈现出来的大小就是，各不相同的，尤其是围钻的这一颗呢就显得非常的大，所以呢大家做贵重宝石的这一块呢，如果你的宝石不是特别大的前提下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围一圈钻石哈，这样上手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看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做了一颗皇家蓝呢5A级的一个弹嗓式的一个戒指，大家看一下和蓝宝石戒指有什么不同，完完全全可以平替蓝宝石的哈。它这个够大够豪气，我们上海的小美女定制的。还有我们做了一颗圣玛利亚的海蓝宝，圣玛利亚的这颗海蓝宝的戒指上手效果也是非常的漂亮的。我们还做了一颗粉碧玺的一个小戒指，这颗小戒指的成品呢我记得非常的清楚，是4200。剩下呢我们还做了2颗重工的大珊瑚珠子的戒指，这个是我们美国的小美女定制的，这个是我们新疆的一个姐姐定制的哈。这颗戒指镶嵌就花了7000多，豪华大气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的货品。这是我刚才戴的这一套粉碧玺，很温柔很浪漫的，很不灵不灵的。这就是这个裸石，1280一克拉的。如果大家有喜欢的呢，我们可以给你选裸石做同款哈。这是这一套粉碧玺，具体给你们来一张照片哈。这是今天的私人定制，啊，还有这一对耳环，这是今天的这些私人定制，我们一个一个过哈。蓝宝石这一圈呢就是镶钻石了，这一圈呢就是没镶钻石。这2颗皇家蓝的蓝宝石呢都在1.7多，这都是小清新款。这个就是粉碧玺。也是1280一克拉的啊，这次小清新款比较多。这一款呢是圣玛利亚的，不到3克拉，2.8几，圣玛利亚海蓝宝。完了，这一颗就牛了哈，坦桑石，皇家蓝5A级的。这次戒指比较多，看来大家戒指坑都多哈。这是耳钉，蓝宝石的耳钉，和这个姐姐是一个人的。这个是一对单颗不到一克拉的。完了，这2个绿碧玺呢，也是我们家特价的，980一克拉的。送了一个客户做的，她做了一个，她闺蜜做了一个，剩下呢就是这颗翡翠，这个翡翠呢是我们家22800的一颗裸石定制的，这一颗成品呢做好呢是27900，应该是，就是你看像小馒头一样，特别的饱满，双眼皮的，这个是没封底子的哈，如果封完底子呢，就像那个茅台白一样，就是有的人喜欢封底子，有的人不喜欢封底，这就根据个人喜欢，而且用的都是大的一个水滴钻镶嵌的。做出来的戒指呢也是佩戴非常的舒服的，工艺做的也是非常好的。这是我们这一手的戒指小精品，还有我们呢到的一个珊瑚的一个大珠子，这是我们新疆的姐姐做的，镶嵌就花了7000多，大水滴钻做的，还有一颗非常有设计感的一颗戒指，这一手放不下了。这是珊瑚珠子耳环，这是2副耳环啊。其实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可以完全分2个开箱视频，但是我们这段时间新货有点多，我们就一个开箱视频给开完嘛。这些所有的，这是马背的一个吊坠，这个是个2合1的，2合1的这个呢是个珊瑚的珠子和一个天女的一个珠子，天女珠子是9米的，2000一粒的，就是这些我们都有裸石可以给你们定制啊，去了这个没有了，剩下我们都有，差不多的都有，都能可以给你们做，翡翠的也有，翡翠的当然就是差不多品质的有哈，我们可以一对一给你们私人定制。红色的宝石呢还是很惊艳的哈，这是珊瑚的一个耳环，就是很简单的款，上身效果就是很漂亮的，很喜庆的。这2个戒指实属于豪华大气哈，大珠子的戒指，像这样的大珠子你们做吊坠也是非常好看的，我这一手妥妥的一个土豪手哈。相对来说宝石之间的跳跃非常大哈，珊瑚、蓝宝石、海蓝宝、翡翠和坦桑石，这几个戒指呢也可以说是比较重金的重钻的一个镶嵌的，相对来说是很豪华镶嵌的，当然呢每一颗价值都不菲，基本上是小万到中万了啊。
那今天的视频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大家台湾视频记得多点关注，多点赞哈。这些货呢，今天都给你们发走。如果这些货呢，大家有喜欢的呢，可以找我一对一给你私人定制哈，定制出来可以和它一模一样的，也可以有你的自己的一个设计感在里面。那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明天见。